如果比如说一般人啊，可能在某一些场合突然这样，那他怎么自救？总不能打电话给你嘛，等你赶到是什么时候？比较简单的五雷印就是这样子的、啊。这样子对，这样这个拇指压在这是这个指甲的上面哦、啊、你打自己也可以啊，有的人就会头痛，你就拿这样子搓哦，那个揉一揉头就不痛了哦，那个就是有阴的靠近你，有时候我也会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常去鬼屋嘛，我很好啊。那如果你要打对方的话，就要打这个双五雷印，双五雷，这个双五，不是要先这样子，先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勾食指勾中指，食指勾中指，食指伸到后面，有难度有难度，我突然觉得好丢脸。我这就是要打攻击对方的，因为他打你，或是你被鬼挡墙，你要把他走不出去。我们就学这个就好。对啊，对，那个比较简单，自救，这个自救，因为我们功力没有。对啊，我们要随便他等，对，等到一个给你毙命了就完蛋了。对啊，